作为135相机最常见的定焦标头，50毫米镜头设计成熟，源远流长，历史上名镜数不可数。适马在此焦段也多有建树，特别是数码时代来临后，曾于2008年发布了被誉为理想标准镜头典范的50毫米 f1.4 EX-DG-HSM， 此后又在2014年推出了做工顶级超高解像力的50毫米 f1.4 DG-HSM ART 镜头。今天适马给大家献上的是自家兔年的第一支镜头，50毫米 f1.4 DGDN ART。 相较于此前的单反版本，原生微单卡口的适马50毫米 f1.4 在外观与光学技术方面都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目前微单 ART 1.4 阵容已经包含了20毫米到85毫米五支大光圈镜头。ART 是适马追求高性能光学表现的镜头系列，此前的健身马称号也是源自于该系列的产品疯狂堆料。不过近期的 ART 镜头在堆料的同时，通过新的设计和新的工艺也开启了自己的减负之旅。670克 L 卡口的适马50毫米 f1.4 DGDN 相比于单反版本轻了220克，外形也更加紧凑，与体积相对小小的松下 S5 搭配也不会觉得不协调或者头重脚轻。它同样拥有防尘防滴溅的设计，前镜片组可以防水防油污，滤镜的尺寸为72毫米，属于目前各种高性能镜头的主流尺寸，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价格实惠又互换性强的滤镜。50毫米焦距大致相当于人眼的透视角度，所以非常适合捕捉日常生活，配合上大光圈可以获得非常不错的主体分离效果。镜头结构为11组14片镜片，包括三面非球面镜和一面 SLD 特殊低色散镜片。毫无疑问，这比起曾经那些小改天塞结构的同焦段产品简直是天壤之别，极大地保证了画质。从镜头 MTF 曲线可以看出，从中心到边缘都保持着非常高的分辨率和对比度，色散和紫边控制得很好，这些因素都保证了镜头优秀的成像效果。而且 f1.4 时中心画质就非常锐利，小猫脸部毛发清晰，同时前景的网布与背景的蓝字虚化效果自然，没有出现可见的二线性。在漆黑环境中拍摄时，对焦虽然不算超快，但是准确性很高，也不会拉风箱。当然大光圈镜头的另一存在意义在于，拍摄层次丰富的夜景时，既能够得到足够的信息量，还能够尽可能的降低 ISO， 让画面纯净可用。即使前景存在强光，也不会出现大片死白。当然最大光圈时，画面边缘轻微的口径时，还是让它不那么完美，也许收缩一档光圈，光斑会更为圆润。在最近对焦距离时， f1.4 光圈的景深极浅，用来拍摄一些氛围画面很不错。此外，这支镜头最大光圈时的暗角也比较明显，拍照时如果介意，可以在软件中矫正消除。而如果你想利用暗角获得氛围感，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了配合不同厂家的产品风格，也为了适应在摄影和视频双修时代的新需求，镜头上的按键非常的丰富。首先是光圈环切换键，它用于切换有极无极光圈，当我们设置为无极光圈时，光圈不会有顿挫感，非常适合拍摄视频，而设置为有极光圈时，对图片摄影时会更加亲切。此外还有光圈环锁定钮，当光圈设置到 A 时，拨动它，光圈环会被固定在 A 上，适合那些习惯通过相机拨轮来调节光圈的朋友。总之，这样的两键一环的组合可以有多种光圈控制方案，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个性选择。此外，镜头的镜筒上还有 AF、MF 切换键和对焦锁定钮，对于很多专业用户都比较友善。镜头还配有一个小型收纳包，内部材质厚实，对镜头保护比较到位。关于这支镜头更多性能方面的表现，我们还是通过理论测试来一起了解一下。视频测试我们使用松下的 S5 Mark II 来完成，但由于目前 Camera Raw 还是暂时无法打开它的 RAW 文件，在图片方面我们使用松下 S5 来测试。分辨率测试，中心画质从 f1.4 到 f11 都锐利清晰，细节丰富， f16 时开始出现软化，边角也并非它的软肋，当光圈全开时边角可用，只是与中心的确存在差距，对比度有所下滑。
收缩一档光圈，边角的清晰度、对比度都有明显提升，直到 F16 时边角画质出现下降。单从分辨率来看，该镜头延续了 ART F1.4 系列镜头的出色表现，整体画质优秀，实战中想要获得最佳画质，建议使用 F2 到 F11 的光圈。虚化测试， F1.4 大光圈呈现的虚化光斑非常吸引人，画面中心的光斑圆润柔美，边角部分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口径时现象，收缩一档光圈后口径时大为改观，缩小光圈至 F8 可以看到星芒现象。该镜头最近对焦距离为 0.45 米，相比单反版本还远了 0.05 米，不过在大光圈的帮助下，最近对焦距离时虚化依然柔美自然，画面中玩偶也很立体，具有纵深感。连续自动对焦测试，在听取了大家的建议后，我们对未来的自动对焦测试场景做出了调整，在对焦主体前后左右都加入了不同的干扰。适马50毫米 F1.4 是我们以此场景测试的第一款产品，搭配主机为松下 S5 Mark II， 选择 AFC 并开启追踪选项，首先以 F1.4 最大光圈测试。从测试画面可以看到，虽然大光圈景深非常浅，背景色块复杂，但玩偶在移动过程中焦点锁定准确，即使在玩偶一致近处，前景和移动主体都有干扰时，焦点也能够很快的对上。对焦主体切换时能够准确快速的完成对焦。随后我们又使用了 F2.8 光圈进行相同的场景测试，随着景深的增加，合焦能力进一步提升。由此可见，虽然大光圈带来的前景深增加了连续对焦的难度，但这支镜头的表现一点都不拉胯。平时使用中，如果想进一步提升合焦水平，我们还可以略微收小光圈，让它展现更出色的连续对焦能力。暗光对焦测试，使用 F1.4 拍摄时，从正常曝光到-4 EV 对焦都是精准且安静的，前景深并没有给对焦造成干扰，不过随着光线逐渐变暗，画面对比度降低，暗光对焦偶尔出现犹豫，但没有遇到拉风箱的情况。随后我们使用 F2.8 重新测试，在同样的光照强度下，可以看到对焦速度有所提升，暗光下焦点犹豫现象也减弱了。总的来说，即使 F1.4 时，这支头的暗光对焦能力也值得称道，从正常曝光到-3 EV 的表现能够满足日常拍摄的需要，如果适当收缩光圈，对焦能力还会有所提升。呼吸效应测试，在手动对焦过程中，人物与白线之间的距离略有变化，由此可以看出这支镜头存在少量的呼吸效应，但是因为整体并不明显，因此在视频拍摄中稍加注意即可避免。畸变测试，在未开启相机机内矫正的情况下，适马501.4拍摄的画面几乎没有产生可见畸变。色散紫边测试，最大光圈时灯泡高光与暗部交界处有非常轻微的紫边，但几乎只在100%放大，仔细观察才能够察觉，缩小光圈至 F2.8 时紫边已不可见。暗角测试，在 F1.4 最大光圈时存在可见的暗角，收小光圈至 F2， 暗角得到明显的改善，收到 F2.8 时暗角变得轻微，在 F4 时暗角基本消失。如果拍摄图片，软件很容易修正暗角，当拍摄视频时光圈收到 F2 左右时，暗角对16:9的画幅没有影响。炫光鬼影测试，该镜头采用了带锁花瓣型遮光罩，锁定按键虽然设计简单，但可以有效防止遮光罩意外脱落。测试中我们装上遮光罩，在距离2米处使用手电筒扫射，可以看到在强光直射镜头时，小范围内会出现炫光鬼影，对比度下降，日常拍摄中要多加注意即可规避。看似寻常的焦段，50毫米定焦反而非常考验厂家的真功夫，毕竟设计成熟，各家的明镜也很多，要想在价格、用料、性能、重量和特性等方面都出众，还需要多下功夫。这支适马的501.4在进一步减轻重量的同时，大幅增加了产品的操控性，更加适应图片和视频双修的需求。除此之外，画质、紫边色散的抑制以及畸变控制等方面的光学素质也都展现出了很不错的水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关于适马的501.4 ART 镜头的全部测评体验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一定给我们多多点赞、转发、留言，不要忘了关注我们。下期再见。